哇，下大雨了。又看一会儿狗脑袋湿了，我跟你说，你把狗头伸在那儿。嗨，我是苗姐，今天我们勾一个日系开衫花样。首先呢，我们起八个锁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第二圈的规律是先四个锁针，2、3、4，一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再一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好，并成一个枣核针，5锁针，再一个枣核针，再3个锁针，再3个锁针，回头在第3个针目上织一个引发一下，2个锁针，再一个枣形针，从第一个枣形针到这个位置，到这个锁链针2锁针这个位置是一组，这样我们要织4组。好，第二圈，把这一针往前引拔2针，在辫子针上1针、2针，好，3锁针起立，3，织一个长针。2个锁针，再一组长针，好，这个角就是这样的，2组长针，9个锁针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跳过中间这个尖儿啊，到这个5锁针里面去织一组长针。2个锁针，再一组长针，再9个锁针，一共织4组。第三圈4针起立，1、2、3、4，一个长长针，在这个2个长针之间织一个长长针，再织一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好，另一个枣形针，1、2、3，3锁针，回头引拔一个。5锁针，4、5，好，再一个枣形针，在这个2组长针中间织一个枣形针，1、2、3，同样的引拔一下。1、2、3、4，好，我们在这个长针中间织一个枣形针，一个加长版的枣形针，
一二三，好，回头运八。好，我们再一二三四五个锁针，三四五。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把它连在一起，用短针连接，把第二圈和把第二圈和第三圈连在一起，把第一圈和第三圈、第二圈连在一起。短针勾过来以后，我们勾五个锁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回头引拔一下。好，这个东西就这个孔就要大一些啊，就中间这个锁针，咱们是五锁针，再五个锁针。勾造型针，三，这个就是三锁针引拔，中间那个是五锁针引拔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再一个造型针。造型针，好，这样我们就勾好了一个边，一共重复勾四次，四组，把这一圈去勾完就可以了。好，最后一圈勾完就是这样的啊，到时候我们在连接的时候连接这个位置就行了，这个高的这个小坨坨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花片你们学会了没？喜欢就收藏了，欢迎转发评论，爱你么么哒，明天视频见，拜拜。